好，报告委员会，今天是召集委员选举会议，现在请管碧玲委员来担任主持本次会议。好，谢谢大家哈。本人在内政委员会，有过一些在内政委员会的经历，然后年纪也比较大，所以今天就忝为主席。谢谢大家支持。好，我们现在开会，然后进行今天的议程报告事项跟选举事项，请宣读。宣读本日议程报告事项一，本院人事处提报院会关于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案，并经本院人事处函送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到会。二、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共十五位。一号张宏禄，二号赖慧媛，三号王美惠，四号黄世杰，五号管碧玲，六号沈发慧，七号罗美玲，八号汤慧珍，九号吴其明，十号郑天才，十一号陈玉珍，十二号林思明，十三号叶玉兰，十四号林文瑞，十五号张其禄。选举事项：选举本会召集委员二人。说明：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立法院各委员会制召集委员二人。另依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宣读完毕。好，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现场的各位委员。好，我们今天有一号是张宏禄委员，哎，掌声一下，掌声一下。二号赖慧媛委员，恭喜恭喜。三号王美惠委员，恭喜恭喜。还有四号黄世杰委员，恭喜恭喜。六号是沈发慧委员，恭喜恭喜。七号是罗美玲委员，恭喜恭喜。八号是汤慧珍委员，恭喜恭喜。然后我们资深的内政委员是吴其明委员，恭喜恭喜。然后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内政委员是郑天才委员，谢谢。另外是我们都很认识哦，就出名啊，陈玉珍委员，十一号，啊，十一号陈玉珍委员。另外十二号是林思明委员，恭喜恭喜林委员。十三号叶玉兰委员，也是很知名哈，叶教授。十四号林文瑞委员。对不起，对，林文瑞委员，恭喜恭喜。十五号是我们民众党，我们中山大学社科院的院长张其禄委员，恭喜恭喜。好，现在呢要开始进行选举事项，要选举本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的召集委员，我们开始进行票选召集委员的程序。首先要请各位委员来互推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跟监票员，然后来依例推请两位发票员兼唱票员以及两位计票员兼监票员。我们现在先推举两位发票员兼唱票员，请各位来。这是一位吗？哦，好，发票员兼唱票员是一位，计票员兼监票员也是一位，反正就是推举两人。我们是不是张委员有没有意见？我们就让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有各一位来担任吗？好，是王美惠委员吗？好，王美惠委员吗？好，好，然后这边就各一位，各一位，对，发票员兼唱票员。是各一位吗？你要跟我讲清楚。这个只有一位，一位，这一位，两位啊。那是发票兼唱票一位，然后再计票兼一位。哦，好，发票兼唱票员一位，计票
监票员一位，是吗？对。然后呢？就是、总共是要四位还是两？两位。总共就是两位，两位，对，是吗？对，只有两位，所以第一个他看王美惠就好。好好，那发票跟唱票是王美惠委员。好，然后计票跟监票。有没有哪一位委员？大家林思明委员。好，林思明委员是不是？好，我们就请林思明委员、王美惠委员两位委员来协助帮忙。好，好，谢谢。那么现在我们做以下宣告哈：第一，投票截止时间是上午12点。那如果所有委员都提前投票完毕，我们就提早进行开票。现在全部到齐了吗？对，全部到齐。我们大概一个小时以内会完成哈。那现在我们请议事人员布置投票所跟投票轨，然后也请监票员来检验一下投票轨跟粘贴封条。来，我们请王委员跟李委员好吗？来，两位哈，两位一起。好，现在开始领票投票。
是不是麻烦洪路委员来带一下主席，我来投票。好，报告委员会，我们本会所有委员均已投票完毕。那本会委员，所以投票完了，所以我们就请议事人员来布置开票。我们请唱票员、监票员就位，并请议事人员等一下协助进行唱票、计票作业。好，好，现在进行开票、唱票。好，现在报告选举结果。我们应到人数15人，请假委员0人，实到人数是15人，发出的票数也是15张，有效票数也是15张，无效票数0张，得票数如下：张宏禄委员5票，管碧玲委员5票，陈玉珍委员5票。我们现在就因为要选出两位招委，所以要进行抽签。好，所以是不是请三位得票数5票的委员啊，陈玉珍委员、张宏禄委员、管碧玲委员，三位委员一起来参加抽签。Thank you.
好，我们刚刚那个议事处说明，就是说，我们等一下要抽出两位，好，那我们的制度是，如果有人愿意礼让的话，好，我们是可以，谢谢爸爸，可以礼让，哈，是可以礼让，是这样的意思吗？好，好，现在开始进行抽签，来。是顺序签，好，一二三，然后一号、二号是当选的，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抽。你宣布一个当选圈，一个空。现在里面有两个是当选圈，然后一个是空白签。好，那刚刚的顺序是管委员第一先抽，然后陈委员再抽，然后洪陆委员再抽。好。好，谢谢哈。我们现在宣布哈，这个张宏陆委员刚刚表明要礼让管碧玲委员担任招委，所以呢，我们招委当选的名单是管碧玲委员跟陈玉珍委员。好，谢谢，谢谢。那当选为本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的召集委员。好，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好。